上次演唱拿手英文歌却一分落败的陈科彬，这次做好准备再度挑战英文歌曲。上个星期没有表现得很好，觉得这个星期不容有失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我相信科彬其实很棒啊，而且他选的这个歌真的蛮好听，是从他以前六班来 PK 的时候到现在选的曲目里面我特别喜爱的一首，希望他好好的稳定的发挥，我相信会赢更多。再度挑战英文歌的陈科彬能完美演出创下优异的成绩吗？味道的女孩子我觉得很厉害。在这边呢，首先就有请智萱老师来讲评。林丽，你就是胜在你有台型，可是你的声音没有线条。嗯，然后这一点呢，身材有，身材有线条啊，声音的那个线条跟那个 grooving 都不够，是我觉得这是你不足的地方。嗯，就是你的外形让我们觉得你唱经典英文歌好像很有说服力，可是听觉上并没有满足这个部分。那陈科彬，我是觉得听觉上你的音色是美的，但是我希望你接下来的比赛的时候可以更轻松的去享受唱歌，因为我觉得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太认真了，就不要用做功课的方式去唱这首歌，然后把它完成，好像哪一个部分我没有掌握到好，没有唱到完整，好像对不起自己或什么。其实留一些空间，松一点，我觉得会很好听。那我其实猜得出你声音的实力，但是你今天因为很想发挥的关系，反而没有发挥得很好。哇，我们在嗨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好专业，听得很细。马上就要来看分数，首先就是林丽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林丽的演唱《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》得到的分数是16、17、18分。好，不错的分数。接下来是陈科彬 How do I live， 请评审按灯。我们来看看陈科彬的演唱可以得到几分。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4分。一来一往差了这么多分，6分了哦。
陈科斌，你看到你自己的分数了，有四位老师都给了5分，康康老师，因为那个英文歌要滑音很多，就是要滑，这个伶俐唱起来会有这个刻度，就比较楼梯，有楼梯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我就多给了这个一分这样。陈科斌，志炫老师的建议是觉得说，不要太驚，你知道驚的意思吗？我知道，知道。对对对，放松一点。你是我在台上会很驚哎，真的、哦。我看到你好像看到喜欢的男生这样，因为我很喜欢你，会觉得想要在你、想在我面前好好表现，表现对，放松放松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已经觉得你很棒了，谢谢，好，尽情享受这个舞台。好，两位漂亮女生握个手，谢谢，表现都不错。第四回合结束，战局发生极大变化，原本落后3分的圆文人队绝地大反攻。反倒领先黄大伟队3分，就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输，然后今天终于好赢了，很开心。对不起我的组员，因为我们本来是领先的，然后我一个人就差这么多分，然后可是我觉得最后剩下几位都是我们队上最强的枪棒，所以我相信没问题，一定会赢回来的。我不想要我们这次再有人，就是大家又要哭着分开。Hey, you did your thing. I saw it. I felt it. We did it. Huh? Come on. 中场休息时间，圆文人队全体队员进行祷告，希望能笑着迎接胜利。昨天有睡觉吗？昨天有休息好吗？有。昨天有休息好吗？昨天有休息好吗？现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 All right. 休息了一阵子过。